坏哟，唉，真的不想打开。2月25号，也就是今天，正好是马里奥的35周年庆的活动之一嘛，我就很想要。不瞒各位，这个虽然你看我买了限定主机，也玩了，我看看375个小时以上，跟各位大佬比我都不算什么，但是我其实已经差不多9个月没有打开过这个游戏了。真的一次都没有打开过。我发现这个游戏就是你只要大概隔了那么几天没打开，你之后就再也不敢打开了，特别害怕他们会离开我的小岛。那我们现在打开咯。我的青蛙亨利啊，我的岛，我还好吗？你们就当我是外出打工了一年吧，好不好？我已经穿我是什么？哦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我是啊，我还整理了头发，然后我又有好看的发型了。我家里长蟑螂了！有！嗨，师傅。哦，最近都没看见你，我还在想你怎么了呢。难道说你被卷入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大事件里吗？对，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看到你平安归来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欢迎回家，宁子。谢谢，还好你没走呀。张丽娜，好久不见。哦，好久不见，你一直都不在家是吗？就算去你家敲门也没有人回应啊。狗狗，我都忘了。哦，这是我邀请过来的阿富。哦，天哪，我根本就忘了他的存在。我以为在这里住的是青蛙亨利。哦，不是他吗？这一间是啊，对嘛，花心青蛙嘛。哎，趁我不在有没有再去骚扰我的岛民啊？啊，看来终于轮到我了呢，老板。对，我迫使他叫我老板。终于轮到你了啊，找了你很久。你什么？我的心是一片紫色银莲花，花语的意思是相信你并等待。你一直不来和我说话，我好寂寞啊。我没看出来你寂寞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接下来让我们重拾亲密时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你好好的，好好的啊。虽然背井离乡多年，但是这个农活的手艺还是没有退步啊。扩充自家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1、2、3、4，50万！我本来回来的时候还挺感伤的。啊，离科。如你所见，现在已经是3月1号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只不过是一不小心把那个活动开始的时间记错了嘛。啊，来让我们看一看啊！啊，在这里，活动砖块，砖块我有。问号砖块，按一下会亮。还有 One Up 蘑菇我没有，超级蘑菇我没有，东东绿龟壳，我有红龟壳，火之花金币，空中砖块，我只有一个冰箱贴，也算是空中砖块吧。蘑菇地形没有，蘑菇地形小一点。水管无敌星，重点旗杆乐高马里奥里面有砖块，鲁伊吉的帽子我想要，马里奥帽子这个我有，30、31、32、33。33个，还是很多的。你知道买东西的话，一天他只能买5个。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把它都集齐，然后布置我的小岛。我要给朋友们打电话了，有一种要开箱的感觉。裸体出门，嘿嘿嘿，赶紧去试衣服。啊，快跑快跑，都是我的礼物，现在都是我的。啊，好好好好好，捡捡地上的穿帽，我看看有什么。这个是马里奥帽子，戴上。啊，好像哦。还有什么？桃花公主洋装，马里奥服。
呀，马里奥鞋，对对对。哎呀，我已经很像马里奥了呢，有没有啊？找到了，马里奥的胡子。好好好好好，我现在就是马里奥，来给大家表演一下，变身，马里奥变身，路易吉，桃花公主，瓦里欧，最后一套瓦里欧。哎呀，瓦里欧其实好可爱哎，我觉得这样穿上来，让我们先回家把这些室内的装修给做了。我已经有这马里欧的墙了，现在把地板画上。哦，要吸蛋，这个好了。啊，这就是地板、墙纸、两张地毯，不错不错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些家具什么的，我们先布置一下吧。哦，啊，可是我怎么跳呢？我会跳吗？我不会跳。哎呀，哈哈，有金币了。哦，会挡路，好挡路哦。哦，可以，等我一下。哇，好大。好，我做完了，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。首先，这里是起点，地上有两个砖块，然后走到这儿，上面放了一盆装饰的花朵，接着你可以头顶这个问号方块，如果你能跳上去的话，你还可以吃到这个 one up 蘑菇。走到这儿，汪，如果你不想被他们砸的话，你走到前面来玩一下健身环大冒险，然后又可以继续啦。有一个椰子树，马里奥的游戏里面不是经常有那种沙滩椰子树吗？都可以爬上去的。好想在上面放个金币，但应该是不行啊。跳到这个矮一点的蘑菇上，上面有一个火焰花，你一吃，你就可以一跳，你就可以把这高一点的蘑菇上面的龟壳给打跑了。接着你可以进到这个管道里面了，自动出来。你看，成功啦！这是我做的第二个部分。再往上跳，吃到一个金币，最后再一跳，再来一个三连跳，你就可以啊，看到没有，到达终点啦。这就是我做的关卡，还蛮有趣的耶。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把我的小岛上面插满水管，这样我就不用走路了呀。漂亮。哎呀哎呀，真的是挺漂亮的，我很喜欢这个水管。如果看视频的你们也有很多像我一样八九个月没有玩这个游戏了，或许可以找一次你比较喜欢的联动活动，然后再重新回坑，你会发现曾经的快乐又回来了。